不是把岩浆把那个马铃薯放到这个工具台，你这好像还蝙有蝠个侠。这个吗？这个 Get I am me. Enemy，Go go 这个 Power 那个啦，那个 Ranger，那是金刚战士。一般工作台。有人说要盖室内农舍哦，对啊，我随想时说要兵盖一盖都个可比以，较大尖一点的建筑全啦，部到放时候上去就是盖个像温室一样的东西，然里面后产业经济作物。每个人拿一个工作台顶那个马铃薯电池吧。什么？马铃薯电按一下池？就好吗？按一下就好吗？原来马铃薯可以做电池。对，按一下会拿一颗。那然一后这颗个马怎铃薯么电池能干嘛？然后你的，如果你手上这个工具啊，就是在这个台子上面有没有？假如说它那个 mode 上面有显示一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它镶嵌下去，它就可以变电池化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像我这把一样啊，他要你先修看，好，他要先修好，是不是？不一定要先修好，你那不要个坏就插好。件的孔必须要移，就像这把斧头是谁的？哦，我懂了，真的有哎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默默的那我一知道，我杆知道，有可一是他颗现在有没就有？是我这个的那个经验值不够，所以不能用。不是经验不值不，你不要，这你要先练到把，经验值，对啦，要跑出来。对，那边还有岩你浆这把吗？没有动，那边还有岩等我浆一吗？下，先借我练一下。干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装备，所以我要把你打死。你刚刚管我屁事啊！你这个大头。有人说老皮，我姐说你很色，没有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姐比我更色，好吧？为什么你的其攻实击其实为什你么姐比说我你更色。我跟你讲，知道他姐更色？为什对，我么？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跟你姐认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其实很多啦，女生也是一杀样，人呐、色的女生也是很多啦。不要说我海猫，色，有人是闷海猫，骚型的被色，头大打好不好？死。有人是大头色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所谓大头色。你偷别人东西干嘛啊？啊？你这很坏，偷别人东西干嘛？我没有偷别人东西啊，你不是把坏东西杀死了？没有，我觉你得看我错这了。一集 就在做这种事就好了。不要，不这岩浆可以直接捞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还是去死吧，施主。施主，你还是去死吧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你们真的很无言呢、欸。我也觉得很无言呢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你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我没有装备，无言以对，没有装备也不需要当杀所以人。他这个岩浆是要我自己手动去捞，是不是？什么手哎，动为什岩么你浆？们把东西都种在外面呢、哪个食物吗？嗯，对啊，种在那边看它长出什么东西，再去分哦，类黑啊。曜石，这黑曜石跑比较快、欸，这个好慢哦、喔，这个黑曜石比较慢。你还要这样用？没有啊，另外一台的黑曜石比较快啊，我刚到里面去，马上修好了。所以海我必豹须要这先武把这个器，石子稿先练到等级满就对了啦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阿东西，你没有那边啊？应该有一个你的头，没有啊？可以把你的头给我吗？我的头给你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头可给以你？把你的我没有抽水机，给我一下为什嘛，么拜这把托。头在那里啊，你的头在那里啊。是你那一的头，把坏掉为什么了。是我的头？可是应该上次不是有那边修也没一有次？动啊，那个上面也没有动。结果我的头盔不见了。那我没有你先去的采头，矿啊，你们你先的加头油盔啊。在我打你的时候就坏掉了。所以要先用。那个黑曜石修吗？家里面还有个钻石头盔啊，对。你可以去拿用啊。钻石盔，黑曜石里面不是可以自己去做吗？那个你啊，它到底修能不的能？话就会像这台电池，这台充电哦器。哟，这台是充电器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它就会像这样子修起来。还把附魔它给没掠夺，没电的时候不要打去不掉。用，要不然它会浪费到那个原本的耐久。掠夺是干嘛的啊？嗯？掠夺可以干嘛？打东西越多。这是假的。掠夺三呢？掠夺三哦，还 OK 啊。然后你看充电器就像嗯，里面这个，哪个？这个，有没有这看个？到那个东西一直在充电？有没有？我看到一只棒棒啊！对吧？然后你直到上面去，它那个电位增加有没有？就充电器。他一直在有人说："老皮，我有在你 FB PO，我有画一张图，我有看到啊，我不是留言给你吗？你是画那张就是那个嘛，后面海猫那张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有看到啊。"就我后面，我就问你说，那后面那个是谁啊？是吗？可是你好像没回我吧哎呦！OK，好啦，那我们就先采采矿吧。我现在先把那个我的稿子练到那个等级提高之后呢，它上面就会显示会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可以使用插件模组，我就可以拿来装电池哦，用马铃薯电池。我先来挖一下矿，顺便先那个啦，顺便先弄一些煤矿，然后我等下可以来烧一些砖头，因为我现在缺砖头啦，真的砖假的？头不够。这样子可以提供不同世界？不行吧？然后试试看。试试看啊，试试看，应该是不行吧？小恩你在干嘛？
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，然后一直看？那我要干嘛欸？我好没有目标哦。你那边有水桶吗？你就做一个事情啊，比如盖房子啊。我的水桶被坏东西捡走了。种田、欸，真的可以耶、欸？怎么了？我黑曜石放在地狱，然后传到你这里来啊？怎么传？我刚刚有些人教我说 TP 这样子。TP 怎样子？这样子可以 TP 不同世界的人。TPX 啊。对 ，TP 也可以。哦，可以这样子啊、哦，好啊，那这样还蛮方便的啊。一样，就是这把石稿太烂了吧，马上就坏掉了。前者传后者这样。你是说黑曜石是？对啊。那个不会坏掉是正常的啊。对，我挖没两下而已。就真的很快啊。我要拿回去修理了。我是觉得你可以随身携带一个那个。怎么讲？黑曜石吗？好啦，先试试看啦。好想看老皮真人哦、喔。嗯，有机会的话吧，今年暑假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的话啦啊是机会呢啊，这个机会不是每天都有啦，所以说是不是会露脸呢？我也不知道啦，就是这样啦，好，自己关注。好啦，我们就先尽量弄些石头啦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很急需要。盖砖头，拿弄些建材。我可以拿一颗吗？拿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颗？月土山。哎，我怎么修啊？拿核弹可以直接修吗？啊？弓箭啊？可以。可是他们父母都不见了。你是怎么修？你是说在工具台上面一左一右这样吗？对，上面写盗贼短弓啊，这边写盗贼短弓。我怎么修理这个？是不是要有那个铁锭啊？是应该用打铁砧、啊，打铁砧是不是？好啊，打铁砧要怎么做啊？打铁砧浪费铁，要六个铁啊！哎、欸，你那个把弓箭捡起来哦。好，坏东西要被僵尸杀死了。弓字型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坏东西喷装啊！看一下，坏东西喷装啊！捡装啊！捡装啊！红苹果啊！别找马哦，晚一点还会探索吧，因为我想要先把就是家里面那些食物东西先准备好。锤子，有装备之后再去探索啦，不然目前的话，我们现在探索太危险了，因为走不远啊，你没有食物的话走不远，你可能走一段时间你就要回来了，所以就不如就是我们先想办法去弄多点食物。嗯，看一下铁砧是不是？铁砧是哪一个啊？铁砧要20，要不铁砧要31个铁，太多了吧？三个铁砖啊，四个铁锭啊，这也太多。我想说工字型，就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不对哦，不是哦，小敏啊，小敏不是哦，小敏，这样我们铁不够啊。那边，我们再烧一点铁好了。没铁了啊？没铁了？把铁拿去做什么？怎么会没铁？你看到我前面这个都是铁啊，哇，全部都在这里。怎么会这样？没铁了。好了，那我正好再踩啦。海猫，你不是说这个可以装电池？我们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打架？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。看一下，小人僵尸在打你。你们两个有病哦、喔！你这一把没有动啊？这是僵尸刚才打你，不是我、啊。没有动。对，这把现在没有动啊。你怎么冲我的东西？所以你还要去打怪，或者打了你会有经验啊。三个铁哦，就是打久了之后它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现在那条经验大概80%，你大概蛮多垃圾的，其实二十来下，都是你的二十来下，你可以拿回去啊。老皮去你的商城购物的话，钱要怎么给哦？那个你要问坏东西啊，你问我就问错人啦，因为现在老皮已经做铁装，不负责去弄那个了啦，因为商店项目前不是我在负责。对哟、哦，请问坏东西好不好？坏东西對，老皮真的没穿裤子哦，没办法，我还差件裤子啊，怪物没掉给我啊。对啊，老皮那个漏斗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个了。哪一个？漏斗不知道用了多少了。我那个叫做事前计划，好不好？我就先放着啊，等到时候可能他待会就有用处啦。待会。那是因为他现在为什么没用处？是因为好不好？那个我们没有鸡就不见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哇。对啊，没有鸡啊，死光光了，鸡都死光啦。为什么死光光了？还不是被你害的、啊。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。叫做死鸡。耶、yeah ！为什么突然多那么多头啊？啊？为什么突然多那么多头？多那么多头？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多头？你说电池怎么插？
你放在那个盒子上面就可以插了。你先把工具你要插的工具放上去。放。插。你这一把没有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 N O D I F I E R S？ 有啊有啊。如果那一排后面有显示数字的时候啊，那个才是代表说你可以插的组件。所以说你现在这一把没有组件可以插。なるほど。这把也没有。跟。嗯没关系啊，老皮没有鸡，老皮没有鸡，对啊，没有鸡啊，我鸡都被毁灭掉，所以我捡鸡蛋来繁殖啊。我去，我去。而且我们家为什么多么人头啊？这种房子我不敢住哎、欸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啦！你们这个根本就是鬼屋吧？对啊，真的太恐怖。对啊，你们到底在玩什么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知道啊、我都快都去。我一进来就被打、哦，我伤心呢、欸。不是啊，那是僵尸去打你的哦。我还跟海猫说，快东西快被僵尸打死。刚刚不是有一个人跑过来一直扁我说，因为他没有装。啊！可是那个后来是僵尸把你打死的。你们有这么没有目标吗？好不好？人生要多点目标嘛，多点。哎、欸，会吐火球苦力怕。有吐火球苦力怕。啊！烧掉了，栅栏烧掉了、快点救命！是假的。什么栅栏？栅栏。栅栏会烧掉？真的吗？你太猛了吧！烈焰球啊！烈焰球啊！什么发生什么事？我先回去看一下好了。你们需要帮忙吗？没有看到人啊！谁的墓碑啦？把我卡死了！哪里？你捡他名字看看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会吐火球苦力怕哦？哪里、啊？王是不是？对啊，他是王。为什么苦力怕王啊？苦力怕会出王啊 ？King of the 苦力怕，苦力怕会出王。谁把墓碑放这边呢？这谁？海猫。哦哟，听明明就不是苦力怕嘞，苦力怕嘞。的，是僵尸王哎、欸，那是僵尸王吧？这是苦力怕王，我就过不去。哎、欸，在这里啦，这哎，还没上去。这刚好被苹果挡住，他被炸掉了吧？他还在吗？没有啦，消失啊。后面呢、啊？后面出现小僵尸王，哇、哦，中毒！长青春痘的小僵尸。好恶心哦！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怪好强哦！一代得死呢。还好，我没有围墙。所以你看，我跟你讲说，早点盖围墙是对正确的选择。他手上好像拿一把特殊附魔镐，哎，知道吗？他说我枪要快飞进来，太猛了！我好像看到越来越多怪物。他掉什么东西？他掉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中介珍珠。中介珍珠哦，他是附魔镐掉吗？中介珍珠不要乱用哦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一只大只的。你看飞机，你后面有、欸、又出网，又出网，又出网。哎，走开，是小只的啦。夸张了，是小只的吗？斜一点点而已。有人说原本不是要玩活人生吃吗？活人生吃的话没有那么快啦。活人生吃的话，有可能会改到之后我们办那个连 party 才会玩吧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是希望我可以不要先玩，但是我是还蛮想先玩的，因为毕竟蛮恐怖的。但是活人生吃的话，好像他的那个主城市还没有上市的样子，对啊，那 DLC 啊 ，DLC 还没上市的样子啊，所以说你现在要我玩，我也没办法玩哦，因为我买不到就没得玩，就是这样，就很简单的道理。好无奈哦。卡住了。有要先去变白天吗？墓碑有点卡，要不要改成地下化？地下化墓碑、啊。地下化墓碑啊！这小燕干很辛苦哎、欸，你要挖地下化？对啊，我干很辛苦哎、欸。就变成说，啊、那就把那围起来呀，把那围起来，盖屋顶把围起来，那就不会太暗了。啊、为什么對？不是啊，我意思是说，在这边把那个栅栏给它围起来，然后再做一个栅栏门啊。做栅栏门哦、喔，是因为这个洞的关系吧？那你刚刚就被烧掉了没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有一只脏笔？家里面有脏笔。哇，那应该从外面跳，应该从外面跑进来的啦。对啊。老皮，他说的是爷爷吗？爷爷，老皮，你说他有昨天不敢上厕所，你还敢玩恐怖游戏？那你就不要看那一集啊，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恐怖游戏难免都有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画地图吧。这个、不能怪人啊，这不能怪人，只能怪你心中的魔，懂不懂？心魔？什么魔？色魔啊，色魔！你可以画个新世界之类的，在你的床上。新世界的神。金刚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去烧了、啊？他不，他哦，这个还是研磨机啦。我刚才把它弄到那另外一边去了，难怪。哦，有人在疯狂洗屏！哇，好多、哦，我点不到。什么东西？有人洗屏啊？
平，正常啦，习惯就好。可是他是用表情，好可怕哦。因为很